何老师，哎，来，咱俩负责这里边。行，让我来 look look， 这个一般能在哪里呢？很好，没有放在这里。找到了吗？没有。这没有啊，总不能在这里面吧？那真的是有点没有。妹妹，你有找到吗？并没有啊，我怎么觉得好难找啊？他们客厅是不是没有放啊？啊，找到一个好像。是吗？哎，是吗？不是不是。嗯。难受。藏得好刁钻啊！藏得好刁钻，主要是没什么头绪，他没什么逻辑可以寻找的哈。哦。找到一个，在异性的枕头里，绝望。哇，这太像找线索了。我找到一个，在哪里？贴在这个后面了。哇，找到了。找到一个。啊？是在哪里找到的？包包里。啊？嗯，对，你口袋里有一个。啊？找到了。真的会放口袋？对。这翻了吗？纸巾盒我也翻遍了呀。对。好吧，草率了。哦，把那布掀开可能是要。那个我也掀了，一心哥那个我也掀了。师傅，这个我也掀了。好、哦。啊！我刚掀过他一次了，已经。黄文，你们长得太不仔细了。感觉应该不会放在这些植入下面，太草率了。这个是吗？哦，是的。啊，在哪里啊，哥？就在这里掉的。哪里？这里啊。为什么我刚看了一遍，这里没有啊？妹妹，你有找到吗？并没有啊。他们客厅是不是没有放啊？真的有点……我反正目前没有找到。我瞎了吗？我刚看了一遍啊，草率了。实在不知道还能藏哪。哎呀，这真的有，都听见里边有事了。来，把猪摔了就完了。那也不用。哎，真有20块钱啊！看一下这是什么？黄喉。黄喉。一半了，朋友们。哇，这里还有打块板！天哪，我突然才发现咱们家有这么多东西。这个是什么呀？就当年我的正版的磁带。哦，看看。哦，以前我还出过磁带，你看看，够遥远不？太帅了！真的，他们这我都没注意到，这还真全哎，都是我的那个唱片。就何老师，对，这是几年的磁带？他比我晚，他是2000年。那每一个磁带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这个编号吗？这个当时有。里面确实没东西，我们把这个翻开吧。呵呵呵，都开始砸东西。
这么变态的吗？找到了。对，但是真棒。哎，脚盆找了一个，哈，漂亮。又找了一个，嚯，漂亮。抠开。哦，找到了。哇，这有人上去过吗？我帮你扶一下，师傅。哦，在这，在这，在这。啊，在门栓，卡在这个门栓上了。对，漂亮。鞋底下可以。鞋垫里吗？找到。你看多狠！哎呀，起了。我们再数一下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